大家好，我 Trisha， 欢迎收听安播足球快讯。伊兰加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，他相信曼联有机会能够赢得今季英超冠军。在经历联赛开局两连败之后，曼联已经取得四连胜，目前他们以四胜两负的成绩排名英超积分榜第五位，落后带头的阿仙奴六分。在接受瑞典媒体采访的时候，伊兰加讲到曼联今季竞争英超冠军的可能性，他就这样说，现在回答这个问题还是言之过早，不过如果我们继续能够交出之前的表现，继续赢球，那你永远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。伊兰加继续说，所有球队都有机会赢得联赛冠军，这里是英超，是世界最高水准的联赛，没有绝对的弱队，亦都冇永远嘅强者啊！咁我哋就拭目以待啦。好波唔等人，即刻下载 M 直播，收睇精彩足球、篮球嘅赛事。